本不怕，那这就，嘿，快！公主，啊！三弟，快保护皇上走。好，走。我们在这里拦截辽兵，您掩护皇上先走，快走啊！走啊！小心啊！司令弟，小心啊！好好好好
赶不走，来不及了，快回家！二哥，大哥已经死了，你不听我的话吗？二哥，快走！是不见一个人啊，是不是辽军早来一步已将我军全部消灭了？我弟，大哥，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宜久留啊！你带皇上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不，交给我！不不不，我靠你，你护驾无地，我有勇无谋，只能以力抗敌。你有谋略才智，可以保皇上安全离开。情势危急，你快走！哥，三哥，三哥，无地，二位将军，现在如何是好啊？快走，陛下，随我来，来呀，来呀！陛下，请上马。杨将军，等等，上马呀！杨将军，这好久没有狩猎了，不能颠簸啊！皇上，快！皇上，来不及了，上马！这我问，来呀，来呀！哎呦，好！你们几个抬轿子的，往那边走。三哥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好。三哥，小心呐！杨将军保重啊！驾！驾！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，追！
滩矣，率领着不败之师的杨业第一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。他的几个儿子在辽人的猛烈攻击下被冲散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爹，此时杨业心中浮现出七子去六子回的不祥之兆，然而只要一息尚存，他都要将儿子们活着带回去，完成临行前对奢塞花的承诺。三哥，三哥，三舅回来了。你受伤了，来来，大郎，三哥，大哥，二哥怎么样？向虎狼谷外接应的潘大人搬救兵。好，明天我做开路先锋。老七，咱们一起去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孩儿此次若不入命搬回救兵，那固然好，但万一，这恐怕就是见爹的最后一面了。爹，从小长到大，我都是最顽劣、最会惹爹生气的一个。日后，如果孩儿再不能孝敬爹，就看在孩儿已经尽力的份上，原谅孩儿。要是日后娘问起孩儿，就说孩儿死得很英勇，让娘保重身体，长命百岁。他的最不争气的小妻没有给他丢脸。爹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带着哥哥们回家，告诉哥哥们娘在家里一个人等着他们。爹爹，你保重。我去看看。好，后面跟上来，快快快快。跟上，快快。
把伤兵都带进去，把伤兵全院搜查。是。来，到这边来，快！你去那边。将军，这里有很多尸体。将军，这里也有。把他们埋起来。是。这里安全，好，小心点，好好休息。你的事啊，就算是死了我也无所畏惧。好，
我们要活着。可是你跟着我就是死啊！如果你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，我只有来世再还给你了。要死就死在一起吧！我不配让你陪我一起死。你欠我的还没还呢，你别说话不算数。雨嫣，生是分离的痛苦，死却是永恒的厮守。我们是要生呢，还是要死呢？我们不，雨嫣，你不能死，你快走。现在再也没有谁能把我们分开了。直到来世，有你的香味，我就能再找到你。死了，我们的心在一起，永不分开。我要死了，以血盟誓。是我的妻子，死了，我希望生生世世都做你杨四郎的妻子。我已经看不清楚了，你快走。三哥，没时间了，九爹和皇上要见你，快走。
像有人，把他带下来。是。杀过来了，啊！拿枪，撤，走。你们杨家军不是很威风吗？用得着求我吗？杨家军有你殿后，做我们的后盾。你还要推卸责任吗？哼，此到临头了你还逞强，要我发兵可以，你得跪下求我。潘仁美，皇上示威，此时此刻你还要公报私仇吗？你不跪下我就不发兵。求潘丞相立即发兵救援。好，让我想想啊，我发多少兵合适啊？人美，你包藏祸心，原来在五柳坡的兵是你先行调走的，你想让我们杨家片甲不留。是，我就是要你们杨家的人一个个死无全尸。来人，来人，他要杀监军，他是叛匪。放开，他是叛匪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潘仁美，我要杀了你。对于叛军格杀勿论，放箭。住手！三哥，潘老贼，你不速速去救皇上，却在这里加害我的七弟。三哥，他是叛军，想加害于我，他和他都是一伙的，给我拿下。是。别动！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七弟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快给我拿下！三哥小心啊，后面！
来救你，秦将军。好贼！大哥，起立！谁敢私通叛军，这就是下场！三哥，三哥，我在这儿。老七，三哥，我在这儿。七弟，三哥，七弟，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七弟，我没事，没事。三哥来了，你不要怕啊，没事。三哥，你看不见，我就是你的眼睛，把我背起来，快！好，不用起来。我们杀他个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好，走，我们就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对。呀！给我杀！杀了他们！老贼在右边，转过去，老贼呀！在这边，大哥，在这边，老贼！大哥，给我杀！我没杀。在前面。启禀大哥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老七，大哥，老七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回家，娘还在家等我们呢。如果我们回家晚了，娘还会打我们屁股。回家，你的嘴还不干不净的，放箭！